三点七八，拢会看咱的心态，我们人的心态。所以讲啊，讲等到这冬天的时阵，诶，这个河水已经安怎好啊？啊，拄啊剩过伫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菊花呢，伊嘛是剩一枝枝伫迄个所在，后面就花嘛拢总无快。所以甲咱苦劝啊，苦劝讲，咱一个人一年当中，伊上介好的时阵，啥物好时阵？啊，伊嘛叫咱来转念啊，伊讲。最是平王五玉的时的，哎，咱来看，这稻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是青，但是到到尾收成的时候是啥物色？哦，哎，咱来看，这果子，这收成的时候是啥物色？哦，像你卖这个，这个啥？衰啊，当掉时的时候，啊青青，咱到尾吃，唔嘛？哦，咱唔嘛对啵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香蕉呢，青青咱要食，因为等伊黄的时阵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刚才讲的是讲到尾收成的时阵，叫咱像讲一年四季内底，咱讲春节哦，啊，夏中秋冬，到啊这秋冬季的时阵，就是要收成的时阵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景象啊，真好，啊，做阵咱。安怎要怎讲？讲消凄凉的观念，其实呢，这个时阵呢，上介好的时阵，咱已经要修行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完全是讲看咱要用什么观这个心，要来去甲对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吼，咱有张台就是这个生死一梦啊，生死一梦啊。其实啊，何况哦，讲这物件啊吼，也是足侪拢有啊，无通用着咱一张台的这意境甲讲出来。啊，讲这物件，其实拢是咧讲互我家己听啦。因为互我吼实在是做哩咱下班不足，啊，只是讲咱点来出咱过节，但另外个无生气啊，吼，啊，互我即个了完的即个机会，吼，啊，会再甲咱大家共同去参考。啊，所以讲了做物件，我咱点来出咱过节来来去，咱共互我指正观念。啊，最后祝咱各位身体健康，就对，就。